整条路都是卡拉 OK。你吃过最好吃的德式布丁？嗯哼。你要小心哎。我弟弟在旁边玩刀。你太大块了。我弟弟在旁边玩刀，小心。有多好吃呢？没办法形容，没有办法形容。哎哎，我们也要哎哎哎。他是觉得这楼梯其实还算蛮，还算平缓的。这之前是一个很大颗的雀榕，不知道为什么被砍掉了。大屯山系非常清楚。空巴，大家准备经过这个桥，就是空巴什么型号？它是 A320。A320，飞哪里的？你说这一台是 A319，那跟 A320 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是 A320的缩短型。缩短型为什么要缩短？为了可以让在比较小的机场起飞啊。哦，是为了要在比较小的机场取飞。那它是属于载客量比较大的吗？载客量比较小，跟可能载个119人吧，120人吧，60飞人。那这个可以飞国际航线不行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飞到差不多，飞了好几飞。下一个是最大动力，最大动力的英文要怎么？起飞之前要怎么讲？Full power。好屁股，好屁股。哎，别，你动太快了，你那边停，害大家会差不多会在这个车道口那边开。好，起飞了。可以停了。
哇哦，到碧山岩只要8.3公尺哎！来，我们来走走看，预备，一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好了8公尺嘞！耶、yeah, ，我们到碧山岩了。这边直走就是建南路捷运站。今天因为天色有点晚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往通北街的方向走。我已经有货机哦。我很多好东西，还有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，还有旅行社，还有人可以。